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参观 Cubeware 的 office。我们有 individual room， 我们有 individual desk， 我们还有 cubicle， 这就是我们的 cubicle。无论您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您需要长期还是短期租约， Cubeware 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欢迎大家来参观。为什么选 Cubework？ 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们那个周期了很 flexible， 6个月、8个月、1年都可以的。这个对我们从事这一行来说非常重要。我不想签个5年、10年，回头把自己套住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们一家新公司来讲，刚进入这个行业，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控一下，把控风险。Cubo 给我们一个非常弹性的一个合同周期，然后呢，让我们降把风险降到最低。Cubework 从2018年成立到现在有4年多，我现在身处的位置是900号 Temple Canyon Road City of Industry。在这边，我是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一个50000多尺的客人，他是从当初的10000尺到现在50000多尺，我们 Cubework 伴随他一同成长，他的业务也逐渐扩大。当然 ，Cubework 也提供100尺到100000尺不等的仓储服务，在我们全美有50多个仓库。在南加州也有20多家仓库供您选择。我们公司与 Cubework 的合作从2018年就开始了，我们属于 Cubework 的元老级租客。Cubework 公司一直对我们公司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与服务，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能第一时间给予援手。我从第一个仓库，从2000尺开始就在 Cubework。到现在我们从最初的一件代发退换货到现在的这个转运码头提柜到后面的卡车派送，整个一条龙的服务，一共用了我们一共用了3个仓库在 Cubework。 这几年就是在 Cubework 的帮助和这个协助下，让我们的公司业务是越来越壮大。Cubework.com 是结合仓储、办公以及商业停车场的专业管理服务引领者，同时可提供多种协助，以满足配送中心、交叉码头网络等复杂的配送需求。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 Cubework.com 官网。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